各位观众您好，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。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湖字，洪湖的湖。湖字的国语注音是湖，二声湖，科无湖，二声湖。湖是鸟鸣，又称为白鸟或者是天鹅，属游禽类，外形像鹅，而比鹅大，体长三尺多，羽毛全白，颈子很长，嘴的上端有黄色的肉瘤，眼睛视力很强，脚都很短，但飞得相当的高，叫声洪亮，多繁殖在寒带地区，栖息在水边，以鱼为食，如抱朴子千岁之湖随时而鸣。又如孟子告子天，一心以为洪湖将至，思袁公卓而射之，是说他一心认为会有洪湖要来，打算引起弓，用绳子拴上箭把它射下来。因为湖的颈子很长，站立时常探着脖子张望，所以静静地站在那儿就叫做狐狸。如苏轼的诗：视臣狐狸通明殿。狐望是比喻殷切的盼望等候，如晋书有应运在心，四海狐望，是说一个国家顺便机运而复兴，那是天下都在殷切盼望的。湖志是表示远大的志向，如仇远书的诗：众雀岂能知湖志，是说一般的小鸟又哪能知道洪湖的远大志向呢。湖在古代可与鹤字通用，如楚辞的黄湖一举，后汉书的大夷湖法，剧中的湖字也有写成鹤字的。湖又念谷，国语注音是歌舞谷三声谷。谷是古代学习射箭的目标，又称为征谷或谷地，如礼记中庸：射有似乎君子，施诸征谷，反求诸其身，是说射箭的道理有点像作为一个君子，凡是射不中的时候，必先去检讨一下自己本身的能力，不必去怪罪其他的因素。这里所说的征谷都是靶子的红心，所以中谷就是命中的意思，也可以引申为做事的标的。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，湖念湖，二声湖，就是天鹅，又念谷，三声谷，就是目标标的。在念到狐狸与谷地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辨别它的读音，但不能念成这个告的音，特别提供您参考。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会。